接下来咱们讲一下这个 all the by 排序，是不是啊，同学们？哎，排序哈，根据指定的列对结果集进行排序。你比如说，大家都看，咱们去干嘛呢 ？select 星 from 什么呀 ？PRSOS， 然后去这一个查询的时候哈，是不是13145呀？是不是它的 ID 是乱序的呀？是不是查询的时候啊？那我想查询的时候呢，我还想让他干嘛呀？把 ID 从小到大是不是给我排好序啊？把这些人给我排好序，是不是啊？那怎么弄呢？是不是用 all the by 呀？有升序有降序，明白没啊？从小到大排序和从大到小排序啊。那如果是升序的话，就 select 星 from 表明，这个是不是和以前一样不用管呀？all the by 列名，默认的是不是就是升序的呀？好，看一下。那 select 星 from 什么呀？PRSOS 是不是查询的时候将找到的那些行的那个所有列是不是显示出来啊？是不是 where where 什么呀？哎，不对，没有不用 where 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 all the by 是不是就不用配合着这个 where 来用了呀？all the by 谁呀？ID。哎，走，你看看是不是11345呀？是不是按 ID 是不是给我排好序了呀？那将来比如说你做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的时候，你可以加一个什么呀？按成绩从小到大排序呀，咔一下是不是就出来了呀？哎，好，按 ID 从小到大排序。比如说咱们想降序的话，是不是在后边再加一个 DESC 啊？默认是升序的嘛，然后。如果是降序的话，是不是 DES 什么呀？C 走你，你看是不是就是什么呀？从大到小排序的了呀？是不是啊，同学们？嗯，从大到小排序的，好好了解一下这个 order by 是不是啊？哎，刚才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哈。